一大天抽了水神专武的我成了小丑，这把新的五星单手剑白直和爆伤都和水神专武一样，被动更是直接加 32% 的普攻增伤和 48% 的战绩增伤，这真的是很契合我的满命水神啊。而且队伍中只要有角色造成炎伤就能完美触发。当然虽然说这把武器更契合牵制，但是像阿贝多、福福、鳞人、克勤、艾尔海森不都可以用吗？还算是一把比较泛用的单手剑，这把免费的长柄武器就更逆天了，这不就是仙女棒吗？附属性还是加的生命值，等拿到之后我直接反手就给钟离，这气质不一下子就上来了吗？当然要是看适配性的话，副词条生命被动进行治疗时加充能，应该算瑶瑶和夏沃磊的专武了。个人感觉外观跟瑶瑶更适配，夏沃磊倒是无所谓，夏沃磊是玩冲枪的，大家觉得这两把武器怎么样呢？